欢迎收看彭哥富裕录。彭哥今天真的大获全胜哦，在礼拜六我们的课程跟我们的讲座跟很多投资朋友们灌输一些正确的操盘的一个观念，不管做期货做股票，我们都是把握机会勇敢赚他一波。你有没有发现有行情的时候彭哥特别的勇猛，没行情的时候真的就是在那边小赚小赔小赚小赔。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你要掌握一个起涨点哦，起涨点只是你大赚的第一步。但是彭哥是不是告诉大家，我已经成功的掌握第一个起涨点？好，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起涨点哦。所以告诉大家哦，你只要我们现在讲的起涨点，这个关键就是只要你能掌握第一波进去成功的话，你就会大赚一大段的一个行情。如果失败的话，我们讲任何一种东西它都会有成功跟失败的一个因子跟例子。那我们如果失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安全脱身，这就是一个起涨点的一个奥妙之处。好，我们要告诉大家再来就是这是范例这是嘉金的范例。我们来看一下嘉金这样子一路咚咚咚咚咚咚，彭哥在这边有没有告诉大家有蹊跷，有状况，这边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关键的起涨点，也就是我们的转折今天用竖的图让大家看如果我都没有告诉大家我把它遮起来我如果没有告诉大家什么是转折的时候，你是不是不太好看？但是如果彭哥有把它标注起来的时候，你一看是不是一目了然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核心技术，你只要会判断我们的图的话，你就很容易的往上涨这是早上截图，早上只有涨 2%、3%， 现在已经 7% 了，准备迎接涨停板。再来是捷力嘣嘣嘣嘣，这边有没有告诉大家转折出来了？你有没有掌握转折？没有标图你就看不懂，有标图你就看得懂。今天早上也是小涨但是现在怎么样子大家把荧幕打开看涨停板涨停板，这样子又是 20%， 你有没有吃到？还是看到涨高高又掉下来涨高高掉下来开个 8% 杀到平盘下面，你吓到了，结果你就不敢做了，后面还有 20%， 明天会不会又再涨停？你是不是又错失一段机会？你的人生不断的一直在错失错失再错失，你有那么多涨停板吗？未来也不是天天都会涨停板，现在涨停板你就要好好把握啊，对不对？彭哥要告诉大家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讲的关键就在转折所以你看我整个我们的十分钟的节目，我都一直我转折一定讲超过40-50次，为什么？这就是赚钱关键嘛，基本面很重要，但是我可不可以买在基本面的前面？它基本面好，一定股价会先反应。大家如果真的有去研究到的话，它发布财报前面一定先攻击。这就是很多投资朋友们不敢做的地方。那彭哥就是做到之后，我就是比我们不要讲主力，我一定是慢主力一拍嘛，主力先买之后我才发现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买在主力的后面，跟随主力去做，这样就对了。跟随主力，我们也不是内线交易，我们是真材实料，靠着股价给我们看到一些美感这个就是告诉大家 K 棒转折要早进场均线转折拼连涨，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拼连涨了，对不对这波就是最大的最好的波段，你如果没有赚到后面压回来的时候你会很痛苦。彭哥要告诉大家，今年一定会有1000点的一个跌幅，你不要前面这边没赚到被人家刷个两天，没赚到之外还被他刷到，那就很冤枉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华龙起涨，你有没有抓到二次起涨？你有没有抓到？如果你有抓到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彭哥这个是连续图啦让大家看一下这6月7号的图对，好，再来这样涨 60%， 蹦蹦蹦，今天呢再拉一次涨停板，现这个是盘中的一个图，我们告诉大家
端午节就是要划龙舟，呼呼呼呼呼，你有没有划到哦？哦，鹏哥有划到，嘿，恭喜大家！哦，我们这次很多的哦，鹏哥粉，哦，鹏哥的那个粉丝团的粉丝呢，真的很热情，这次吃得很开心。哦，有人送我一串肉粽啊，肉粽不要用送的，哦，肉粽我们去买就好了，好不好？我们告诉大家，肉粽不要送别人，好，我们自己吃就好了，好，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哦，华龙不是你买不到，是因为你看不懂。如果你有看到的话，六月十一号，我们刚刚上面的报价，我们看到六月十一号，19.1，哦，有没有看到？有赚到的，没有赚到的都没有关系，因为鹏哥有那么多只股票。哦，这次我们要嘴巴闭一下，我们做什么股票，我们偷偷做做好。我们看到转折，分享给大家，对不对？大家有赚钱是最开心的。所以鹏哥一直告诉大家，哦，快乐哦，做股票轻松赚股财。哦，这个话我们都会反过来，对不对？轻松做股票，快乐赚股财，这些都很 OK， 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么开心？我相信还是很多人很不准，为什么没有没做掉？那还批更惨的，明仔我的股票阁套掉的，对不对？礼拜六的讲座，哦，我很欣赏这些哦，为了想要把他的钱赚回来的人，哦，愿意在礼拜六的晚上7点来上鹏哥的讲座，哦，我相信这些人绝对是鹏哥未来的非常好的一个学员，哦，我们的同学，哦，一定会开始赚钱。哦，那一样的，还没有跟上脚步的，哦，训练一下自己的一个积极度。想赚钱不积极，怎么会有钱？鹏哥也不可能把钱端到你面前嘛。甚至很多人就是我把钱放在你面前，你都不屑拿这些钱，那你不拿，我说真的就算了嘛，对不对？所以鹏哥要告诉大家，你想赚，哦，学一下鹏哥的一个哦精神态度，我们正面又积极。哦，这样子才赚得到钱，对不对？哦，所以一样的，我们告诉大家，在6月23号的时候，鹏哥有一个哦，我们有两阶段的一个课程。第一阶段哦是3个小时的选期涨的一个哦标股哦的股票。那我们第二阶段一样的是在同一个时间点，我们会有完整的进阶版。哦，第一阶段的课程是3个小时10,000块。哦，10,000块买一个起涨点，我认为这个是非常的超值。哦，甚至你要整个都学好，你不要学一半的，哦，你要整个都包好。哦，这个我们哦，大家在节目之后有兴趣的，赶快来跟鹏哥这里面留个言，我们请哦我的哦助理亲自告诉大家这两个有什么差别，那怎么样子可以协助到你在股票能赚到钱。好，今天我们鹏哥复利录，哦，我们哦先休息一下，哦，我们明天赶快哦赶快继续看鹏哥的节目。那今天的盘真的很精彩哦，我们下次见，拜拜。